Mercedes-Benz 作为汽车业百年来的领头羊，豪华、安全、舒适已成标准配备。这样的 Mercedes-Benz 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令人期待的电动车呢？保持着以人为本的设计精神， Mercedes-Benz 分析出我们日常用车其实停放时间普遍比使用时间长，有足够的时间充电。而在日常生活中，一天来回工作、娱乐与家中的距离平均起来大概50公里，因此 Mercedes-Benz 的 EQC 提供了绝对足够的续航力，只要充电一顿饭的时间就够你开一整天。除了日常通勤，远程的出游也兼顾，在家睡到饱，不到7小时 EQC 已经储蓄能让你从台北开到台中的电力，更别说途中停车场也设有充电装置，开车开累了随时能充电。除了续航力的保证，直觉化的按钮设计，多种动能回充模式，加上 Mercedes-Benz 一贯舒适质感的内装，就像你习惯开的汽油车，驾驶体验无痛转换，照顾你的每日生活， Mercedes-Benz 也照顾你的长远人生。电动车一般1到2年一次的保养周期比起汽油车更久，当车子出现问题时，电动化的制造思维也能让你快速透过专属的 Mercedes-Me Connect App 掌握车况，维修更简便。不止维修快速， Mercedes-Benz 更提供3年原厂外加2年的延长保固，保固没烦恼，保值更不能少。 Mercedes-Benz 4年期满，保证50%起的车辆价值，让你同时享受最好的保固，又随时能跟上最新的科技。电动车不只是现在进行式，未来更无可限量。除了科技持续进步，充电据点将更多更广，充电的速度更快。带着 Mercedes-Benz 百年造车工艺，豪华、舒适与安全的基因， EQC 电动车给你更先进、安静的乘驾体验。